我来给大家实战讲解一下工会战第五阶段的燃烧队应该怎么打啊。首先看一看我们的配置，你也不用像我这么高的枷锁啊，差不多就行。主要就是要烟烟和你的药需要练度很高，药这个就行了，只要练个烟烟。七的话，四技能升一升，带个心之伤，注意随时最后一个破盒。然后呢，你的杜若一定要放正中间，触发你的余晖。好。出战的话，我借了杜鸦，你可以借你的药啊。然后呢，及时复活梦魇与希望，直接开始吧。BOSS 其实挺多的，我一个讲一个啊。因为我这个枷锁太高了，能量多嘛，所以说跟大家手可能不太一样，我就自己先把能量耗一耗，不用跟我学啊，这些操作都是我自己多余的，你不用跟他学。好。注意看啊，BOSS 给你的药周围放了一个蓝圈儿，这个蓝圈儿是你需要注意的，它会给你蓝圈范围之内所有角色加一层雷印。再把烟烟挪过来，雷印呢越多你就越强，但是呢四层雷印就是三层之后你会被控，然后取消所有雷印。所以说我们思路就是前期让所有角色快速获得更多的雷印，增加你的伤害，然后呢控制住角色不要超过三层。好，我们试一层。然后挪回来。接下来呢，他会给你的最高攻击力的角色，也就是你的瑟琳，释放红圈。红圈呢会跟着你走，然后呢持续放雷印。那么我们就控制住，把这个圈挪到边上，这样的话它不会让更多角色是吧受牵连，能反应得过来。因为我们瑟琳会被点名两次。所以说呢，他一开始我们就让他吃两层雷印就行，然后其他角色我们就简单一点吧，好抄一点，我们就把药啊和烟烟吃三层就行，这样比较好操作。你可以这样跟我一样捏着角色，这样能够反应过来。然后呢，破盒。可能我这个操作有点快，给大家慢慢讲一下是怎么个顺序啊。首先呢，你的杜鸦开大，然后呢要吃掉你的杜鸦，之后呢烟烟开专烙，烟烟开大，然后呢 G 最后破盒，之后复活杜鸦，然后呢所有技能都安排上，除了你的药的大招，最后放啊，你得等破盒条快结束之后你再放，然后至少技能别忘放了啊。因为破格条很长嘛，药大招也会高伤害平 A 一段时间，所以说等破格条还剩五分之一左右，我们再放药大招，刮一会儿，不要着急。行，差不多可以放了。OK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入梦。注意看啊，当你的场景变化之后，角色 BOSS 会把所有你的角色都眩晕，然后呢，唤醒你的法抗最高的角色和他十字范围内的角色，也就是你的药和他周围的十字范围的角色。那么我们的杜若呢，是个辅助，不太重要，对吧？他挪边上去，先把大部分角色唤醒。看，现在眩晕，过会儿就唤醒大部分角色。之后呢，再把药挪到杜若旁边，把杜若唤醒就好了。好，阿药和旭就要贴贴，对吧？哎，不对，还有旭同一个人，说错了，杜若和旭。好，记得把这个杜若挪回中间啊，因为他要触发余晖的。你看，杜若身上旁边有个鸟，不，有个鱼是吧？这个鱼是要给他回血。回血的话，你会把这个 boss 的防御力降低，因为 boss 太强了。现在你就给他回血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，给你自己更多的角色回血。好，继续破盒。
这回可以放出来唠了啊，给这个，那个谁，瑟琳放出来唠，还是之前跟一样的顺序，注意最后用记破盒就行，然后呢，挂一会儿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下一个机制，boss 呢给你角色左上角头顶上放鲲和鹏，就是鱼和鸟。注意观察，当你身上出现鱼和鸟的时候，把鱼和鸟并列的放在一起。注意看啊，深蓝色的鸟，淡蓝色的鱼，鱼和鸟并排摆着，我给你摆一下啊。好，并排，好。就取消了，就没有啥事没有了。但是呢，你别忘了，BOSS 又给你的药身上放一个蓝圈，这个蓝圈呢，还是那个雷印，它会给你这个蓝圈范围之内所有角色平均的施加一个很高的伤害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超过三层雷印了，你扛伤害的话有眩晕；如果你没超过三层，你挪走了，只剩一个角色扛的话，那你角色就裁员了。这个机制的话，如果你被裁员一个角色，你就全都 over 了。所以说，你就。别一身是血了，我们直接挪走，好吧？他也这个反应不快，慢慢挪都行，没有什么难的，一定要挪走。好，再挪回来，保证你的余晖正常触发。接下来会给你放个红圈，还是你的瑟琳？注意啊，他这次雷圈伤害非常非常高，你的瑟琳如果没有满血，一定要杜若给他回血，不然你就直接，哎呀。白瞎了就，看这伤害多高啊！再挪回来。接下来就是正常复合了，没有什么难的。好，就用40复合吧。瑟琳砖烙也不要放了，然后。记得记得专烙给这个，要的专烙也不用放了。如果你想 offer 的话，也可以什么来回的挪动这个药，让它平 A 啊，药和烟平来回挪动，这样可以 offer。那我就不凹了。注意这个破时间是有限的，这个不是药大招时间是有限的，你别贪刀之后最后大招没放出来啊。大概注意还剩个8秒钟左右，你就一定要放了。好。咱也不贪，就给你演示一下基本操作。我这是拿实战给你演示的啊，我要分低了的话，是吧？盟主该骂我了。技能都放了，好。多少伤害？有点低啊，之前打的是1800万。边打边讲还是影响操作呀？看看这个伤害比例啊，主要还是你的烟和你的药。所以说，你只需要个高炼烟就行了，然后借个药，其他的话不影响你的操作分数啊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1.4倍的话，也是能够达到2000万的。好，那么就这期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看。